我来给他画吧。真好看。哪里好看？有根头发，我帮你扔掉。月月，继续给他画吧。不对，我还没问他约会的事儿呢。哎，天哪，天哪，太紧张了。紧张什么？我们谈几天就可以分手的。为什么呀？本来就是争吵下的一时冲动，我也不该跟你意气用事，毕竟当时还有别人在场。等过几天呢，你就可以说你受不了我，然后主动跟我提分手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可是我喜欢你啊，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吃完了，是不是还有其他项目？是该做点什么哈。弟弟，把碗洗了吧。就这事儿啊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婷婷那天是不是跟你说了一个恋爱要求啊？真按他那个来？为什么呀？是啊，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和异性有过多的接触。可我是你男朋友啊。那就看你能不能帮我过这关喽。我一定可以的。好，牵手时间到。我天哪！我们去约会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今天陪我，耽误你工作了。哪有，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棒球比赛，很热血。回去吧，我看你进去。